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欢宇。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教的亮度衰减缩放效果啊，说起来比较拗口，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两期效果的一个结合。正如大家看到的，这个效果本身有一种缩放转场的一个效果，但在缩放转场的同时也有个亮度的一个衰减，所以放到一起的话效果还是蛮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如何去实现这个效果。这期我们要讲的效果其实是之前我们做的两期效果的一个结合。之前我们讲过亮度衰减转场还有缩放转场，但之前的这两个效果都是用剪辑界面和调色界面实现的。这期我们将用 Fusion 界面去把这两个效果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转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这里面有两段素材，一个是一位女士在用眼睛看镜头这样一个素材，另一个是一个女孩在农场这样一个素材。首先我们需要分离出我们需要做转场的这个片段，我们可以把时间线稍微放大一下，然后我们在第一段素材中截取大概一秒钟的素材，比如说现在这个素材是到12秒，我可以在11秒这个位置切一刀，让它生成一个一秒钟的素材。同理，我可以把第二段素材放在第一段素材上，然后在一秒钟结束的时候在这里切一刀，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两个一秒钟的素材重叠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素材选中，点击右键，点击新建 Fusion 片段，然后我们可以把播放头放到这个 Fusion 片段上，直接进入到 Fusion 界面。进入 Fusion 界面之后，为了区别 Media In 1和 Media In 2，我们最好还是对这两个节点进行命名。我们可以选择 Media In 1这个节点，然后按住 Function 加 F2。我们知道在视频轨道1上面，素材是这个特写的素材，所以我可以在这里面给它起名，就是 Eye， 就是眼睛。然后视频轨道2上面，我可以按住 Function 加 F2， 然后给它起名叫 Girl， 就是女孩。那起好名字之后，我们就可以添加这个效果。首先我们看到上方最终输出的画面显示的是这个女孩的素材，但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转场是从这个特写的素材转场到这个女孩在农场上这个素材，所以我们需要从特写的素材开始。现在最终输出显示女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女孩这个素材是用绿色箭头连接到 merge 节点，也就是说女孩目前是在前景上，而我们想要的这个特写的素材是用黄色箭头，也就是它其实在背景，所以我们需要把特写和女孩的素材进行一个对调。这里面有个快捷键，就是 Command T， 我们可以点击 Merge 节点，然后按住 Command T，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画面就变成了一个特写的素材，同时特写素材和 Merge 节点的箭头变成了绿色箭头，而女孩和 Merge 节点变成了黄色箭头。这样的话可以快速对前景和背景的素材进行一个对调。调整好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先开始做亮度衰减转场这个效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可以选择上方 I 这个素材，然后我们按住 Shift 空格，然后输入 Luma Care。 这时候当我们回放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素材其实是相当于混合在一起了，但是这里面因为我们想要做个转场效果，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添加关键帧来让这个效果慢慢展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点击 Luma Keyer 这个节点，先把播放头放到第一帧，然后我们看到右边在检查器下方有个选项叫做 Channel， 在 Channel 下面有个 Low 和 High， 当我们把最右边 High 这个按钮拖到最左边的时候，画面就只显示我们的第一个素材，而当我们把这个 High 的按钮往右慢慢拖的时候，就逐渐显示第二个素材。所以其实这个渐变的效果就是通过我们调整 Low 和 High 这两个按钮就能逐渐实现这样一个亮度衰减渐变的一个转场。那我们把播放头放到第一帧之后，我们可以先在右边检查器中把这个 high 拉到最左边，这样的话它目前只显示我们的第一个素材，同时我们在右边把这个菱形点亮打上关键帧。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播放头放到16帧左右的位置，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 high 调到最大。那最后的话我们把播放头放到24帧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把 low 这边的按钮挪到最右边，这样的话画面就完全显示了我们第二段素材。这时我们回放看一下，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一个亮度衰减的一个转场，但这个效果做好以后，我们希望它的动画效果能够更加顺滑一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样条线来对关键帧进行调整。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样条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点击下方的 Low 这个选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往左拉一下，同时点击右边这里的 Zoom to Fit。 因为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16帧的时候打上了关键帧，所以在右边检查器中 Low 这个按钮是从16帧的时候开始逐渐往右边开始进行移动，但这里我们希望这个 Low 这个按钮能够更早的进行移动，所以这里面我可以选择下方这个点，然后按住 Shift 键用鼠标把它往左拖，我们把它拖到大概12帧左右的位置。那为什么要按住 Shift 键？因为这里面如果我们不按住 Shift 键的话，它就不会按照 X 轴进行移动，它可能会按照各个方向进行移动，所以为了让它能够按照 X 轴这条线进行移动，我们需要按住 Shift 键。那这样的话左边 Low 的这个按钮就会从12帧开始进行移动，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关键帧选中，按 S 键去让它变成一个曲线，这样的话动画效果就会更加顺滑一些。同理，我们可以点击上方 High 这个按钮，然后把下方的 Low 按钮先去掉，然后我们再点击旁边的这个 Zoom to Fit， 在这里我们把两个关键帧选中，按 S 键去让它曲线变得更加顺滑一些。为了让这个曲线更加顺滑一些，我们可以对它的渐入渐出进行调整。我们可以在这里按 Command T，
去调入渐入渐出的选项。我们看到在按住 Command T 之后，它有个 Ease In 和 Ease Out 的选项出现，同时后面有个数字。那这个数字的意思，我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太理解。我也查了这个达芬奇的这个手册，但是还没有查到。所以我个人理解就是说，通过在渐入渐出里面输入不同的数字，我们可以调整它渐入渐出的一个量，同时可以改变曲线的一个形状，让它更加符合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在这里的话，这个 YouTube 博主把 Ease In 的这个数值保留在33，而把 Ease Out 的数值调到48，所以我们可以输入48。输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曲线开始往右倾斜了一下，所以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效果。这时候我们可以关闭上方的那条线，然后回放也看一下，可能看上去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通过把这个样条线从直线变成曲线，这个动画效果会变得更加顺滑一些。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亮度衰减这样一个转场。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添加缩放转场。那添加缩放转场的话，我们用到一个节点，就是 transform 节点，所以我们可以先把末日节点往右拉一下，然后我们在 luma key 后面添加一个 transform 节点，然后我们在这个 girl 后面也添加一个 transform 节点。为了更好的区别这两个 transform 节点，我们可以把上方的节点按住 function 加 F2， 然后输入 zoom a， 下方的节点我可以管它叫 zoom b， 我们就有两个 a 和 b 两个放大的节点。命名好这两个缩放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表达式来让这两个缩放节点产生一个关联。那我们需要关联的属性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右边检查器中这个 pivot 的选项，就是它的一个锚点，这样的话它能够决定从哪个点开始放大，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我们需要进行表达式关联的是这个 edge， 就是这个画面呈现的一个方式。因为当我们对画面进行缩小的时候，周围会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所以到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 edge 调成 mirror， 把这个很小的画面进行复制，这样的话才不会有黑色的这个屏幕出现。第三个我们需要进行关联的属性就是下方这个 motion blur， 当我们把 motion blur 打开之后，我们还需要对这个 motion blur 这个质量进行关联，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表达式让 zoom a 和 zoom b 在这四个属性上产生一个关联。所以为了进行关联，我们可以先点击下方的 zoom b 节点，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大头针选项，先把它定到这个检查器上。接下来我们点击 zoom a 节点，当我们把这个滑轮往下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定到画面中这个 zoom b 节点。那我们可以把 zoom a 节点先回到第一个选项中，然后我们在下方 zoom b 节点这里面对 pivot 的这个选项点击右键，点击 expression 就是表达式，点击完之后它会生成一个加号，我们用鼠标点击这个加号，然后不要松手，拖动这个加号到上方的这个 pivot 的节点上。拖动完成之后，你会看到 zoom b pivot 的选项中多了一个 zoom a.pivot， 就表示 zoom a 和 zoom b 在锚点的这个选项中进行了关联。同理，我们在 zoom b 下方对 edge 这个选项点击右键，点击 expression， 然后我们把 zoom a 打开，我们把这个 edge 这个加号拖到上方 edge 上，这样的话两个选项在 edge 上也进行了关联。之后也是一样，我们点击 zoom b 这个 setting 这个选项，我们把 motion blur 打开，然后我们双击 zoom a 去把上方的 zoom a 打开，把它调到 setting 选项，然后我们对下方的 motion blur 点击右键，点击 expression， 然后把这个加号拖到上方的 motion blur 上。然后 quality 也是一样，我们对它点击右键，点击 expression， 然后把它拖到上方的 quality 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两个节点在四个属性上进行了关联。这个 YouTube 博主在这里讲到，如果我们要把 motion blur 保持打开状态的话，可能在后续做效果的时候会花些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zoom a 中 motion blur 旁边这个对号先去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效果做完，在最后一步我们再把这个动态模糊的效果打开。那我们把这个对号去掉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缩放的转场效果。我们点击 zoom a 这个节点，然后我们在右边检查器中回到 control 这个选项中，这里面我想要做这个效果是一开始是这个特写的画面，但是这个特写的画面逐渐放大，有点像是我们在做瞳孔转场的一些效果一样，在背景那个素材，也就是女孩的那个素材，会从一个很小的一个素材慢慢放大，直到出现在整个屏幕上，所以相当于一个第一画面放大，然后后面的画面从小到大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点击 zoom a 这个节点，我们把波浪头放到画面第一帧，然后我们在右边检查器中把 size 就是大小打上关键帧，接下来我们把波浪头放到24帧，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size 调到很大，这里面的话因为它最大就只能到5，我们希望这个第一个素材放大到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20。同时我们刚刚讲到，因为第二个素材会从一个很小的状态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这个 edge 的选项是 canvas 的话，其他没有素材的地方就是一个黑色的背景，我们需要通过将这个素材不断的复制来填充这个黑色的背景，所以我们需要在 zoom a 这个选项中把 edge 这个选项从 canvas 变成 mirror， 这样的话它就会进行无限的一个复制，这个大家一会儿就能看到。而且同时因为我们把 zoom b 和 zoom a 进行了关联，所以现在 zoom b 在 edge 这个选项也会变成 mirror。那这里面我们对 zoom a 的调节就完成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 zoom b 这个节点，然后我们把它调到第一个 control 这个选项上。在这里面我们希望第二个素材就是女孩这个素材，它是从很小的一个大小然后逐渐恢复到原始的一个大小，所以在这里我可以把它的 size 调到 0.05 左右，然后同时我们打上关键帧。之后的话我们把波浪头放到24帧，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因为 Mirror 这个选项，所以对这个素材进行了复制，占满了整个屏幕。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 Size 下方这个圆点，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回复到原始的这个一这个数值，它这样的话它就填充了好整个屏幕。这时候我们回放看一下，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有些不自然，虽然它有一个缩放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因为镜面产生的这样一个素材。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两个调整，第一的话跟刚才的亮度衰减一样，我们需要通过亮条线让它这个关键帧动画效果更加顺滑一些，同时的话我们需要把 motion blur 这个选项打开，这样的话能够让它产生一个动态模糊的效果，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出色一些。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亮条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只选择下方的 zoom A， 把其他的选项先去掉，然后我们点击上方的 zoom to fit，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关键帧选中，然后按 S 键，同时我们可以把上方的 ease in 调到23，然后把 ease out 调到95，这样的话这个曲线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效果。接下来的话我们调整 zoom B 这个选项，我们把 zoom A 旁边的对勾去掉，然后我们点击下方的 zoom B， 然后点击旁边的 zoom to fit， 同理我们把这两个关键帧选中，然后按 S 键，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把 ease in 调到70，把 ease out 调到54，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曲线。这时候当我们关闭上方的那条线，我们回放看一下效果，动画效果是更加顺畅了一些，但是目前我们还需要一个动态模糊。那这里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把刚才关闭的这个动态模糊选项打开，我们可以点击 zoom A 这个节点，然后我们点击右边这个 setting 选项，然后我们在下方 motion blur 旁边把这个对勾打开，在这里我可以把这个 quality 调到7，这时候我们看到上方画面就有一个模糊的效果，这样的话背景画面复制这些素材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明显。这时候我们最终回放看一下，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还有个问题，就是说那现在放大的点是从中心点放大的，那如果要想让它从眼睛这个位置放大可不可以？那这里是可以的，因为小伙伴们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对 pivot 就是锚点这个选项进行了关联，所以当我们点击 zoom A 这个节点，然后点击右边 control 这个选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 pivot 的这个选项，当我们拖动 pivot 的这个选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画面就有个绿色的叉在进行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拖动到我们想要进行缩放的位置，比如说这里我可以把它拖动到眼球的这个位置。那这时候当我们回放的时候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它放大就是从眼睛这里开始放大的，所以这里如果大家想做类似瞳孔转场效果的话，就可以通过调整 pivot 的这个选项来调整你想要进行缩放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去完善你要做这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到这里就讲完了。之后大家看到的这个效果其实做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就先用 Luma Keyer 这个节点先做出了一个亮度衰减这样一个转场，同时我们用 Transform 节点来实现缩放的一个转场，通过对两个 Transform 节点进行关联，我们就能实现只用一个 Transform 节点就能控制另一个 Transform 节点这样一个效果。最后的话我们再通过样条线去让动画更加平滑，再通过添加动态模糊让这个效果更加出色。其实很多原理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也是我之前提到过很多次，就是大家可以把之前很多期的这个效果进行不断的组合，就能实现一些更加酷炫的效果，所以大家不妨实验一下，看看之前那些期节目中有哪些效果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或许你能发现一些全新的一个效果。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我是欢宇，我们下期再见。